会听到的是每逢星期天晚上8点到8点30分，在广播31.9910千赫为您播出的《新希望》以及《朱基集》，请别错过。见证主恩爱，生命满色彩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广播电台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，富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父母遇到什么情况会焦急万分呢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了。我想这位母亲就正处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吧。推罗西顿郡内有个贫穷的迦南妇人，她的女儿生了一种怪病，她十分的焦急。不要怕，医生，我的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已经全身上下都查遍了，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病啊。她要是没病的话，怎么会这么难受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无能为力了，我另请高明吧。这位母亲连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，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。